实有罗西尼的歌剧序曲演奏出南新国中音乐班三年来的学习的成果。南新国中音乐班设立到现在第十八档，每年都会在学校的音乐厅来举办着毕业音乐会。今年特别安排好学生走出校园，来到新芽文化中心演艺厅来举办演奏歌剧序曲、交响乐协奏曲和管弦乐曲，透过巴洛克、古典和印象等等三个不同款乐派音乐的展演，激发出学生学习过程当中的火车。上一次来文化中心表演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，那我们这一阵子大概都比较忙于在术科的比赛跟参与了哈，那大部分我们大概都在学校自己的演艺厅来做这个成果发表。那这一次会想到在这边，是因为要给孩子不一样的体验，让他们知道在一个正式的演出的场合，他们能够知道这个曲子一个完整的演奏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。南新国中音乐班年年聘请到国内优秀的音乐教师，在指挥涂慧明教授的带领之下，创下佳绩，在国联赛甲团甲世代甲，常常得到全国的优等，甚至在新国中的音乐班数科考试，阁得到南区第一名的佳绩。校长蔡宗宪希望学生在南新国中的培育之下，会当找出展现家己音乐才华的一条路。南天新闻社评新芽采访报道。